听见大平安。所以基督徒了后，其实咱有真侪个习惯。咱进入一个稳定的国度，真侪时阵，咱毋知影咱踮伫稳定的中间。有真侪外口的人进来到教会，因拢感觉这爱付钱，彼爱彼爱付钱，结果咱家己讲，这拢毋免钱，彼拢毋免钱，因拢感觉真奇怪。因为你我咱变作一个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唔知你有感觉，一个上帝，一本圣经，但是全世界有几万的基督宗教，因家己成立真多无同款的派别。然后互相无法度通彼此接纳，同一个上帝，同一本圣经，同一上帝，嘛有真多互相袂当接纳，接受耶稣做基督的上帝的独生子的，伊分裂搁较侪，上帝并无予咱合一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无予咱合一，颠倒一个一个教义的意思，伫咧读圣经，教义的意思咧解说圣经了后，就各自坚持，然后就成立家己的，成立家己的。即摆若要甲大家人带倒转来讲，上帝爱咱三听合一。因为咱是同一个上帝，同一个父，同一个创造主，然后拢踮伫上帝创造的宇宙世界，所以咱就好好三听辅助，然后好好来去做互上帝世界，因为咱比做搁较好。真侪人讲是嘞，你是异端，我无通甲你相共。因为咱要安怎样好好倒转来，咱真正是咧读圣经，倒转去伫圣经的原位，用上帝的目睭咧看，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心意伫咧解读咱对上帝的敬意。圣餐是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门路，通过圣餐，伫咧看你信仰的内涵，以及你伫上帝面前信仰的领袖。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当讲是上先进的一个教派，但是长老教会内部嘛也阁受真济传统的约束。咱伫细汉的时候，予人教，然后拢伫迄个细汉的时候，对宣教师领袖，然后直直传落来，直直传落来，然后咱若敢若拢停留伫遐，应该细汉的时候予人教导，拄拄信主的时候予人的教导，迄拢是上基础。基础了后，亲像保罗所讲，爱日日成长练伫基督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全停留伫细汉的时的信仰，然后用这个伫咧治理教会做执事了，用安尼伫咧看教会做长老了，用安尼伫咧管理教会，然后规个教会停留伫真基础的下面。像我老人讲的不同款的，都用传统伫咧限制、限制、限制。然后，予人紧的，因为惊受跌，惊受批评，就去退入去伫传迄个传统的内面。大家人拢避伫传统，唔通袂记得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予人定时的见，唔是予上帝定时的见。像迄当时的宗教界领袖定时的见，宗教界领袖甲定时的见，因为耶稣所传所做拢违反迄个时会堂。制度
违反迄个时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耶和斯，即个祭司、利未遮个人所定的规矩。耶稣来伫咧传上帝国，因伫咧讲教会的规矩，因伫咧讲会堂的规矩，因咧讲官的传统。耶稣咧讲上帝国，因咧讲传统。因爱耶稣，因要甲耶稣救一个的传统，然后为着安尼不断地的冲突，到最后将耶稣定死。因为到底咱的信仰，咱做上帝一件，咱是咧传传统、传道义，还是咱搁倒转去伫上帝按怎样伫咧看这个事？我有机会。受台湾基督教了教会差派做海外宣教师，出去伫加拿大将近15年。我有机会伫加拿大基督教了教会总会做牧师，然后伫遐有迄个牧师经验的考试了。我牧师伫迄个社会有三种的身份，会当甲人签各种的证书。因签政府拢承认，律师、工程师、甲牧师，牧师若去病院，24点钟，每一个病院遐拢有是牧师的车位，牧师拢无受任何时间的限制，24点钟拢会当去，24点钟拢会当看伊所爱看。一个人伫社会，迄个社会移民的社会，政府唔办。牧师若签了，伊讲即个政府签了信证，政府就拢会信证。但是政府要发即个，予一般毋是一般的牧师，政府拢会发。因为迄话来讲，有一个真严格。伫遐会当甲人证婚，伫遐会当去，然后我伫遐看人签几个，有话又要买穿，啊，这着搁严啊嘛。只要牧师、黄牧师签，我有签几张，然后遐个人会当去买签。我讲是，咱台湾基督教了教会，咱的误会对英国、苏格兰，另外一个咱的误会对加拿大。然后我是有这个机会做加拿大的牧师。我融入伫迄个社会，融入伫遐新南医院、新南教育，所以伫遐迄个教会，温哥华的教会，有几个人有研究我伫遐无为迄间教会，相两个叙述一个故事。每一个伊遐当地新南医院的新南生，爱伫我遐实习，所以我伫遐带遐新南医院学生。我即摆要甲咱来分享。台湾基督教了教会150年来，伫台湾这个土地，咱伫宣教师留予咱的是，若要洗啊，若要收圣餐，拢爱什么款的条件？洗礼。所以牧师逐摆若伫咧执行圣餐，拢伫咧读这个圣礼典，然后这个圣礼典。邀请文是讲，这个时咱要进入耶稣基督为着咱举办的圣餐，欢迎基纳，伫伊个名受洗的基督徒，受洗的基督徒来自主会堂。我今仔日我带咱来学过，伫咱的父会，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。伊伫即个圣餐的邀请文的中间有6句，啊，咱采取中间的一句，啊，咱今仔日咱来经过即个6句，后礼拜过来即一两礼拜，我会读遮的原文，甲我拄拄则翻译了的遮的啊，刻伫教会公布。我毋忘咱的教会行头前，我毋忘咱的长老教，咱的咱教会真侪整个台湾基督教。
教会信仰的另外一个反省的起点之一。请咱台湾人毋免惊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的南北新南院、玉山新南院，这教授拢受这款的训练，只是这人毋敢带转来到地方教会，因为地方教会压力真大，所以大人拢搁退转去，因的训练拢伫遐，但是伊毋敢伫地方教会训练。这礼拜我有受邀请去总会开会。然后，我伫遐有一个普世的小组，伫遐普世伫长老教会，咱台湾的长老教会伫咧处理国际的事务的遮个牧师团，大人送到伫遐，我就甲伊讲：，这礼拜，这礼拜要天国教会的圣餐要开放到这来请呢，遮个牧师团哦，咱早都爱咱讲啊，只是咱教会拢想过想，伫这面上拢想过想，咱唔敢。我讲咱知。在信用上，在信仰上，这拢无问题。但是，逐摆伫咧收圣餐的时候，这个圣餐的邀请文已经甲咱看死，互咱进退两难，然后怎变做这呐敢呐理所当然的必然？我想咱不得不，我来请家己人啊，用欢喜啊，不得不咱用欢喜。咱来把这个邀请文的第一篇，这是加拿大长老教会总会 Google Form 内面的邀请文的第一篇，咱到底用华语来拍好吗？对，来，这是上帝子民欢乐的宴席，从东西南北将有人来，在上帝的国坐席。路加福音说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擘开，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这是主所预备的桌，我们的救主邀请凡信靠他的人，一起来分享他所预备的圣餐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弥赛。这个家我用较初的字标明出来，凡信靠他的，这是一个邀请一种的人。Those who trust， 既然信任主耶稣的，请你拢来，因为这个圣餐是对主耶稣发出，我遐欢喜信任伊。信靠伊的人，恁拢通来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这个是第一篇的邀请，这是上帝子民欢喜的宴席，对各所在的人拢活来。OK， 来，咱来读第二篇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邀请所有圣共同的教会的真一会员。哪有分离这圣餐桌？这是主的桌，属他的子民多有权同享。凡受洗成为教会会员的，都竭诚欢迎来到主为众人所预备的桌。OK， 这个教会一个字叫做“一人信共同的教会”。即那当然在咱的信仰个别的内面。咱就讲着圣共同的教会，所以咱加拿大长老教会，啥人会当伫这个内面有分伫圣餐里头？只要你是奉主的名的人，只要你欢喜承认，搁真侪各教会的会员的，你拢会当来。所以你若去到东方正教，还是东方正教的人，罗马天主教会的人，天主教会，你无论你是属于叨一个教派，你若是洗礼的会员，你拢会当有份伫这个圣餐桌。你拢无感觉奇怪，像咱若要去天主教会。受因所主持的
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因，咱讲信餐因讲弥撒，像伫弥撒的中间，因常常爱收信餐。你若去到天主教会，要收信餐，请问因会互你收啊袂？因会互你收。我做牧师，你做长老，执事，团体的会长，你孤单一世人伫教会侍奉，你要去天主教会收信餐，天主教会的人甲你禁止。因敢若吼 ，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会友才会当有权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。但是，请问，今仔日闹天主教会的人伫咱遮，伊毋免是信徒，伊毋免是修女性质人员，伊只要是天主教会的人。请问咱天主教会有问伊伫遮斗阵收圣餐啊无？咱会答啊袂？会。安尼，咱的信用甲因的信用比较，咱的心胸较规划，还是因的心胸较规划？你比较落去，你会看见伫上帝面前，会因为你是天主教会，所以接纳你是基督教的，伊就无接纳吗？上帝偏偏接纳，总是天主教会无接纳咱，安尼了解无？安尼请问是上帝较大，还是天主教会较大？拢大。因为真的时阵，信仰就是咧做反省的事，信仰都伫咧做反省的事，请恁爱做一项真要紧的代志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甲教会忠诚。你那种严格检查牧师伫台顶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那严格检查，因为牧师讲的物件影响你，然后把你带对了一条路去。唔通认为一寡教会拢讲牧师的话，你就完全顺服 ？No， 世界的腐化拢是对领导者传着。所以地下的人不是点点听，真理甲奥妙，那是一个足惊人的事。牧师一世人咧探讨真理的领域，那是真惊人，惊人喵喵喘。伫咧甲文化对话，伫咧甲传统对话，伫咧甲这个奥妙的上帝对话，伫咧甲这个变化多端多元彩色的世界咧对话，然后伫遐咧看上帝的心意。我是行较平平喘，所以伫遮咱要真注意。OK， 啊，第二，这个则是圣餐，是咧邀请一种的人，这种的人无论是对叨位教会来，这个圣餐咧邀请一种的人来受，这个人的条件是安怎？受洗洗礼的人才有权。OK， 好。就是第二个，来，咱来看第三个。第三个邀请文，这是伫加拿大基督教教会圣礼典的册，伊叫做 Book of Form， 伊所伊邀请第三句话，来到底对来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。”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，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。因为我们都同领一个身体，给他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OK， 这个叫我们同领水里的几个，不吧？无吼，你找无着洗礼吼。再甲咱去讲，耶稣伫咧强调，我就是活命的美娘，到我遮来的未枵，信我的未嘴焦。咱虽然咱共受一个体，一个饼，
咱虽然肢体真多，总是咱共食一个饼，共属一个身躯，因为咱三个领一个身躯，这个身躯的原本是啥？耶稣基督。所以咱三个伫咧拜耶稣基督，为着咱准备的这个饼，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擘破。所以你我咱不过三人，伊只已经伫咧。伊无咧要求同款，伊咧要求，伊咧鼓励是迄个差异，迄、那个无同款。伊咧尊重，迄、那个无同款。伊咧尊重，迄、那个多样性。但是无论你我咱差异偌大，会记得咱拢念伫耶稣基督，这上要紧。所以，遮咧强调的是，侪侪具体，侪侪差异，但是要紧，咱来做连结来接。安尼对不对？咱来为主的名连结，红母差异足大，但是恁来为着主的名，伫上帝面前合阮差异真大，恁也阁会当彼此相听。恁三甲连结，过恩爱的生活，即、這个就是强调的是这项。所以只要若是安尼，你有领受这款的信仰的。你欢喜将你家己来连接伫耶稣基督，甲伊成做同一个身躯。同一个身躯意思是，每一个你甲我，咱拢伫咧努力。我是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体，所以你要发挥你具体的功能。伫教会内，伫家庭，伫社区，你有你的使命。你若是砖头啊，做砖头的代志。你若是大公母做大公母的代志，你若自己叫做啥？卖床衫，你着做卖床衫的代志。你目睭，你做你个目睭的代志。大家人插插做一下，着变做一个真完整的体。卖床衫讲阿爸无路用，我是百八中间上细，无影。你若你姚二婿，你穿大公母的时候，真侪所在。这个细支的这支有伊的功用，啊，你就干那做伊的功用就好。大家人唔免计较，唔免小批评。大家人要紧是连结，这里讲的是你若欢喜，三甲有分的这个连结，成做共同体、信用共同体的贡献者甲干净者的，你欢喜安尼，咱来啉来吃，因为咱无论做啥物，上要紧是要创啥？上要紧是要创啥？荣耀上帝，所以你会当成做这个荣耀上帝百体中的一体。人人认真，人人有伊的角色，你若欢喜过这个三甲比有分伫这个圣餐里头，你要讲阿面无？所以这个才敢有讲到洗礼的代志。有一日，我接到一个。人拍电话，牧师，你伫咱中华人物教会哦，竟然向迄个无洗礼的人开放圣餐，啊，我感觉唔对，所以我告去咱的总会，台北的总会。然后我讲，啊，安怎？伊就问讲，啊，恁的牧师什么人？即个拍电话的我。暗示讲，伊感觉我安尼做唔对，所以告去咱的总会，啊伊甲总会安尼投我的时，总会人甲问我，啊你咧无输啥物人？我王志才无输，啊总会人就笑笑，因为你若为着有这个无输来报销。因为毋是有一个牧师，伊有迄款个感觉，今日担真侪压力，啊，我是专门拢伫咧担压力、侪压力来啦。因为我感觉这个上帝太奥妙，这个上帝太奥妙。但是咱经验着个一小小啊，咱全接受伫遐，咱全互伊变成一个传统，全毋敢搁向前走。所以恁看到咱当年咱有一挂变动，当年有一挂变动。
咱的信息，咱的人民信息到即毛变动无？变足济啊！咱有真侪物件暗中的变动，有影有人看到啊？即、這个变动就是我教的更加活泼，我教的更加充满奇异。啊，因为上帝是奇妙的上帝，咱唔通活在传统的内面。来，咱来看第四个。来，到底第二来？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有重力的安息。”因为这个家，这嘛是一个邀请文，所以。等下可能我伫咧收信差的时，有可能我会用这个做我的邀请文。既然劳苦过重担的人，通到我这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慰。这个这个用调是啥物？第二，你若感觉你即句人生劳苦过重担，耶稣对这个人讲：来，你来找我，你来到我这。我要给你的安慰，你们的重担皆脱落，把你的担担交乎神殿顶的耶稣，你莫家己担，你着尽力就好啊！你若已经认为你尽力啊，把厝内拢交乎主耶稣，伊会替你负责任。所以，这是个对遐劳苦背担担的人，耶稣来做邀请。我的心内温柔谦卑，你着背我的担。来对我好，你若安尼，你的心内就要享受迄个安息，迄个平静。等咱三甲直接的礼拜，等下咱等咱三甲直接要收圣餐，我要甲你讲。如果你今仔日若确实有一个人会当伫这个家，咱将这个圣餐的杯互伊，伊会哭甲冻袂掉。但是今仔日。遇到大事情，整个社会对伊是排斥，整个社会、整个家庭看伊是见笑。啥人有权站起来去阻挡？当耶稣对这些劳苦过重担的人，伫这世间互人看轻、互人隔离的人，当耶稣开始对因邀请来就不话。但是真侪时阵，教会有人会站出来挡，真像拄只，真像拄只。李会长都讲了遐问题，我就是经验太侪。伫温哥华，前个牧师，还是温哥华前个遐个传统嘛是同款。然后到我个进来的时，有一个无洗礼、污等伫教会个侍奉，伊无论创啥，伊无论创啥，人拢伫遐。但是伊就是无洗礼，因为伊少年就出国去，然后厝拢无洗，拢是民间的，伊无法度偷伫迄个时洗礼。但是有一日来到我的面前讲牧师，逐摆恁啊，逐摆若到了修圣餐，恁对这无洗礼拢是隔离拒绝，所以逐摆若修圣餐，你有看到无？唔知你有发觉无牧师？今日收圣餐的时，我唔敢去做礼拜。你讲牧师，我就去找你，是因为我爱这个信仰，是因为我需要这个上帝。你若要拒绝我，伫你的心内，你若要拒绝我，我厝后袂阁进入你的教会。问着，有真侪人来到这边来收圣餐，手已经伸出去了。已经要找我来啦，边仔有人，拢是传统的基督徒，特别个拢是传统的长老，还是做过这事的，全甲拍一下，也会踹一条。伊就讲，你无洗礼，你袂当受。无洗礼的人是咧忍食家己的罪，哇！你知影讲，迄个对一个人伤害蛮大。所以你会当看见耶稣，注意耶稣的态度。甲比我的态度有当时啊，差距太远了。
今仔日的圣餐，咱是要开放到伫青年。但是阮愿今仔日只青年人啊，你若是小弟虽劣，通过这个耶稣主动的邀请，阮愿你会当陪伴你家己，然后来做圣殿的洗礼。甚至青年人啊，你已经十八岁、二十几岁啊，你拢还有洗礼，你知上帝疼你。耶稣，我把你耶稣，伊是主动，伊主动拢先伸出手，主动去行。今日圣经，耶稣甲罪人相甲坐倒，伊甲罪人相甲饮食，边个人真侪规定，耶稣还阁继续甲罪人相甲饮食。有人咧阻止小朋友，小朋友莫来遮吵，耶稣却伸出伊个手讲：用阮细囝就用我。若要进入上帝国个，就爱安怎？活倒转亲像囡仔，按活倒转亲像囡仔个单纯。咱已经年纪那多，予咱变作太无单纯，咱都顾虑伤济。所以即，咱毋通十一月底，今仔日咱开放到即个青少年，你要好好准备你的心来跟随耶稣，来领受耶稣的听。今仔日咱毋忙即个青年，伫咱的鼓励，伫家长的引出下面，然后因来领受这份。咱毋忙到十一月底，主日的老师好好陪伴。你的学生，家长好好教你的小朋友。十一月底，咱的圣餐，阮嘛会当煮一个，你若已经预办好，煮一个老师，还是煮一个学生，咱坐咱个爸爸妈妈身边，咱三个来学习领受主的恩典。来，这个第五个邀请文，咱到底来，对，来，主所恩爱的，我们被带到主的桌前，当明白凡带着性暗鬼罪。以饥渴的心来追随基督的人，同心恭守这圣餐的种种好处。凡愿意专心信靠基督，渴慕在基督里有新生命，而且在属灵的恩赐趋向更成熟地步的，你们都受邀也被鼓励，来有分离主的圣餐，因为同守圣餐。能更新与强壮我们的灵性和力量。OK， 这个只要紧是，你确保的，你带着信心甲悔罪心情的，请你拢来。因为首先，这个圣餐对你有真侪的好处。什么呀？你若专心信靠的，确保伫基督内面有新的活命的。毋忘家己个属灵个温素个使用，会当搁较 mature， 会当搁较成成熟个。有个人伫咧用伊个属灵上了好个温素，不一定若敢若囡仔失落个性、情绪，而且要安怎互咱伫咧使用属灵个温素，更趋向于成熟的地步个，恁拢来。所以遮个人拢也搁无完全。这些人拢也阁真侪无好势，但是通过这个三甲伫基督内面受圣餐，咱的属灵直直进步，直直趋向完全的地步来。来，最后，咱来看最后，来到底来第来，这是主的桌，来啊，不是因为你强壮，而是因为你软弱，来啊。不是因为你的任何善行使你有这特权来到主的圣餐桌前，而是因为你需要主的怜悯与帮助。来啊，因为过去你只爱主一点点，未来愿意爱他更多。来啊，因为上主爱你，为你定死十字架，主的饼和葡萄汁是为你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是记号和誓约，上帝的爱和圣灵的相通，只要你以谦卑的信来领受，都会对你带来重大意义。你们来尝，就知道上帝是好。愿上帝恩惠怜悯的你，临到你，你来到主的面前。会当这个福分受这个圣餐，毋是因为你外敖，
那是因为恁两姐，毋是你做偌济好个德行，那是因为咱需要主个怜悯甲帮助。过去咱真正事奉无够，毋忘你领受主个恩惠了后，咱会当搁较管理，搁较管理听伊人声，伊为着你死啦，将伊个一切拢予你啦，你会当为着伊做啥物？所以受这个圣餐就是一种的疼的记号，受这个圣餐去领受，就是你欢喜，搁一摆甲主三甲面约，这是一个誓约。唔忘这个圣餐对你、对亲人、对咱领受的人带来重大的意义，咱三甲来记得。主，我感谢这么疼我，通过圣餐。通过圣餐的意义，直直拍破，直直让这个界限人的规矩直直拍破。我真正才会当更加体会《约翰福音》三章十六节所讲：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独生圣子赏赐世间的意义。今仔日这个疼，竟然临到罪我，上帝啊！我只有要去报搁较侪人来领受，毋是我领受了怎起来阻止别人袂使随便来领受。愿你保守，互你的路步，互你种路步路边，大人三甲，而且知阮是路步，我毋是主人。知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的道，毋是我的道。感恩基督各自圣名。关心我。